我们做动画之前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简报二十四页这里有一个三 D， 我应该打错了哦，梵谷的名画，三 D 梵谷名画这个，你可以打开我的 Google 文件，有找到吗？简报的二十四页。好，那我们在制作这种三 D 场景的时候，常常会用到这种功能。你看哦，有没有感觉从窗户看出去外面的风景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实际进到这里面来试看看。你往下卷动哦，它有一个那个线上的版本，我看一下线上的版本哦，在这里，这个你在应该是第二页这里有一个连结，我就把它打开，这个就直接在线上 3D 模型互动这样子，因为这个很经典，很好玩。好，这样是不是进来了？看起来都很正常吧？所以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后退一点，再后退一点，再后退一点。老师有没有去看过那个预售屋？人家外面预售屋他们怎么盖的？你进去里面，它可能有一间那个就是大概相同的那个就是建筑风格，有没有？但是不是整栋的哦，是看内装的那一种哦。然后你们再后推一点哦，有没有感觉用纸片盖的？然后你刚刚看到的外面窗明几净，是因为外面放了这个，这样可以接受这样破梗吗？窗户看出去，有没有感觉窗明几净？反正眼睛看得像就好了嘛。都是像这样，我们使用 3D 可不可以这样拍？当然可以，真的。所以我们来做看看好不好？因为你想看看我们刚做的在这里，这样窗户看出去都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对不？我们刚做的后面就直接看到外面的地板啊，所以怎么办？请老师来这里，在你们家有窗户的后面帮我建一道墙，好吧？这里好，在那后面建一道墙，那墙刚刚大家都会做了嘛，所以你试看看水平的墙就好了。好，在这边，好，你可以靠近一点，也可以有一点点距离都没关系。好，但是就是要比窗户大，一定要比窗户大一点，这样才能够遮丑。好，我就到这边兜兜。所以我们在这边，这样是不是就有一个了？至于墙多厚，那个倒没什么关系啦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简单像这样把它遮住。接着，麻烦老师找一个你比较想要看到的风景，好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去外面找一个你觉得比较好看的风景。哎，啊，如果没有，叫 AI 嘛，自己产生一个。好，假设啦，我想要去找日月潭好了，我们就来找一下日月潭。日月潭，好好好，这里，哦，糟糕，被我那个在用，好，没关系，对，OK， 好，我们就找看出去比较有像的，看看哪一个比较有感觉的，好。这个好了，这个把这个也可以，那我就把它存起来喽。按右键哈，你找那个大张的，我就把它存起来，另存图片。好了，那我就等大家一下喽，看看你想要去哪里，自己找。所以你知道，其实虽然是小空间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就自己改造一下。接着大家找到之后，我顺便跟老师提一下，刚刚有老师问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我现在因为我有点到了这个墙壁，或者我有点到了任何一个模型，
那我们早上有提过，你点到哪一个模型，这个模型会放在 3D 视图的正中间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希望现在就是把我整个房间都放正中间，怎么办？你就不要选到任何一个物件，你就在这种空白的地方按一下，你看哦，我在这个空白按地方按一下，有没有？它就整个包括进来了。因为你有选到一个，它肯定是以那个为中心嘛。那我如果点到旁边空白的地方，有没有就回来了？你就不用那么辛苦，还在移来移去的。这样你了解概念了吗？好，如果你要全部的，因为我就很单纯的，我只要前进后退就好了，我就不需要特别去顾虑说，哦，我点到这里我还要再平移，不用不用。哎，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把刚刚的那张图是不是要贴到这个墙壁上？所以我就点到墙壁喽，咚咚。可是老师，你要看一下，请问我这个墙壁要靠我这一边的，是左边还是右边？你看一下我画的方向，我是不是从左边往右边画过来的？所以这一边，好，就是内靠下面这个墙是右边还是左边？人站在这里，是不是在这里？这是右边，好，因为你人从这边看过去嘛，所以我就找右边的墙，这样了解了？哎，好，所以我找右边的墙，我要用纹理。那第二个老师要注意的是，你的墙到底是多长？以我这个来讲，我的墙有多长？你看两点的距离，他们告诉你500公分，也就是我这个墙是500公分，5公尺的。因为这个数值你要知道，你如果比这个数字小，代表什么？它会拼贴，对不对？比数字大，它会裁切。这样清楚咯？好，所以我确定好了，那我就点纹理，一样的不在我们里面插入，你知道我要干嘛的吧？所以按着它拿过来，丢上来，好，太大，缩小。下一个，这里我要500，好，宽度要500嘛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呢，我们本身墙的高度其实只有多少？是不是250？所以呢，它应该会有裁切到一点点，就是那个高度的部分裁切到一点点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如果不行，我们就再做微调就好。我现在完成，确定，确定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吧，有没有感觉？有 feel 一点的，这样感觉起来你住的就在湖边，那你可以再切换回去啊，对不对？切换回我们刚刚的储存的时间试点，45度角，还是你要专门就针对这个，我就找到比较适当的角度都没有关系。好，还是你要你看床这边，我就自己来找一个我比较满意的角度来看它。好，走走走，走到这边来，然后呢转过来。好，后退一点点。哎，我看我把眼睛高度再移上来一点好了。然后呢，下来这样看，有点俯视的角度。OK， 好，假设我这样子，我们就来输出喽。开始。哎，又是中午12点，改变一下。去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这样有没有感受到？你就看到外面就这样子了，所以你要一片树林是不是也可以？这很好玩吧？这样大家以后可以接受。啊，那个有影像有真相。真的吗？没有嘛，哈、哦，
其实很多都是像这样的，就是视觉上去欺骗你嘛。好，不一定一定要真的，因为你要想看看，我还要把这些模型都做出来，很累的。所以就用偷懒的哦。所以在一些小地方啊，很多都会像这样偷懒一下带过去就好了。